现在是从贵阳白云去北京一号这边出发，今天先到清镇去。快点，快点！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开了一个小时的山路，现在的目的地还有20几公里，大概还要4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太阳下山，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刚才就是走对面了吧？你心里还藏着几句话，明知道不能。到了这边山里，种了一地的辣椒，进去摘几个。快点，快点，走了，够了，跟你讲。从贵阳那边过来啊，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，现在到了清镇这边。清镇四面环山，风景是非常的美，而且这边也是避暑的好去处。今天外面气温大概也是31、32度左右的样子，在其他很多城市，今天好像是38还是39度。他们这边种的有一片一片的玉米，这边还好嘞，我们老家边还热的哦。老家热的。云南了。自驾这种山路，虽然说一路上风景非常的美丽，但是啊，也非常考验一个人的驾驶技能。在此，你怎么认为呢？